我猜这绝对是你们最想看到的满级奇葩视频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满级老六。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地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，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。这难道就是真正的荷塘月色吗？不，也可以说是老六的鱼塘。所以说这个老六我是真的服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全新表情动作。KO。KO。刚看完了一个老六阴人的视频，又来了一个解压的。如果这个表情包上线到游戏中的话，我愿堪称为暴打老六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花姑娘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。这个视频呢，不知道大家都看懂了没啊？没看懂的话，雪龙来给大家实战操作一下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特训脑走起。OK 啊，前面也是发现了一个穿裙子的，大家看我操作。那么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女队友一直都是这么勇敢。你把你的横体都通通掩埋，你走过的地方只剩下思念的爱，让你藏在心头，每天每夜想怕你，害怕你的眼泪没人为你抹去。我想看完之后，会玩的和不会玩的应该都沉默了。所以说女队友真的可以说是超勇，